嗯，哎呦，小爱同学，啊，很用心嘛，在看《京杭大运河》啊。那必须的，老爸。啊？这本书挺好看的，我上次捡来的。挺好看的是吧？啊。哦，那你要用心看啊、哦。嗯。还挺厚的了，这本书。老爸。咋的？我这本书已经看了十集了，我们来卡片大混猜吧。卡片大混猜？啊。那卡片呢？这个是。滚！啥？你都准备好了？什么版本？植物大战僵尸？对。奥特曼经典五六七豪华奇迹 CP 包，嗯，这么多啊？对啊。哎呀呀呀呀呀！你这个臭小子，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吧。好的。好。我们先从植物大战僵尸开始，两元包。来，有吗？嗯，没有。没事。好，这个怎么不会出 UR 的？这个豪华版挺贵的，买来上次好像要四五十块钱一盒，挺贵的。嗯，没有，太坑了。上次中了一张红 GP 嘞，我可能有，没有，怎么可能？好，奥特曼，菲德曼，嗯，没有，这经典版最卡，那不一定，你看都是 S 二，有的也有好卡的呀，有的就最稀有就蓝 GP， 对，但是很难中，嗯，运气好就中了，没有，嗯。也没有，我就是没这么好。这次的换猜好像到现在一次稀有卡都没中。对，一个稀有卡都没中。有点坑。嗯。好，下一包，这次的大换猜会不会翻车呢？肯定会翻车。嗯。也没有，下一包。真的坑。也没有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太坑。豪华。嗯。有啊，这怪兽也不好看，这么坑。垃圾卡。有啊，哇塞，这怪兽挺好看的，挺帅的，极恶的什么的，维朗尼亚斯。你看。这里是阿卡，反过来看见没有？好，继续。我还以为反面是 U 二。这是啥？嗯？好，奇迹版。这我挑过的。你挑过的？没有。没有。嗯？这是。哎呀呀呀！这次太坑了，一张稀有卡都没中，要翻车了。阿卡。太坑了。嗯，哎呦我去！哎呀，哈哈哈！只能看 CP 包了，太坑！这是什么？嗯，这张 HR 我有了。有了，哎呀，这个也是重复的卡片。看一下，哎，这个捷德奥特曼，这个呢？哎呀，这张你好像也重复了、哦。我已经有四张了，这个。终极赛罗闪耀星，哎呀，太坑了！哎呀。小爸妈，本次的这个卡片大换猜，这运气也太差了吧！我一张卡片都没有开出来啊！哎呀，今天运气也太牛了！嗯，好的，好，今天就这样吧啊。